这一届的新生可真是越来越有趣了。这家伙果然没那么简单。牧尘，拿出你的真本事来，不然你只会被我碾压得犹如死狗一般。接下来你要如何应对这番局面？牧尘要输了，他没那么容易失败。新生第一是我的，谁都抢不走。接下来就交给我自己来处理了。随便你喽，输了可别怪我。